好，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视频来看下一集啊。没有看过上一集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看上一集啊。打到这里呢，成一个三国局面。然后这个蛋蛋说的是房主对吧？他搞盘位招，我们就一直整他。然后先用这个雷电车呢，把他蜘蛛整掉啊。上一集呢，他冲了我一波，冲了我一波，把我打飞了对吧？然后我们慢慢的又发展起来了。发展起来了以后呢，我就直接把巨炮延伸到他家里去。到他家里去，他就只能来冲我，不冲我这个巨炮就照到他家里去了。然后要小心啊，小心他马上就要冲下来了。你们看卫星，他的坦克全部在那里徘徊对吧？我们把这个天骑啊，坦克杀手全部派上来。这个天骑坦克杀手都是捡的，捡的就停在这个巨炮底下对吧？你不冲对吧？你不冲，哎，这边他蜘蛛抓那个防空车，你不冲我就继续延伸上来。这个左下角还有一个小子啊，那个小子呢就在看我们两个人打对吧？然后这个房主受不了了，因为他不冲不行啊，不冲巨炮照着他家，他冲过来，他坦克比我多啊，坦克比我多，但是不要慌，我们有雷电车有巨炮，然后他想打我的雷电车对吧？坦克赶快上来，上来保护雷电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雷电车三星带火力的，刷刷刷，你看相当猛。一下子就把他坦克电死了，哎，你冲过来，冲过来，这下你坦克死光了，死光了以后呢，我们的坦克赶快冲上去，他也造了雷电车，但是他这个雷电车呀，没有升星的，没有升星，没有吃火力的，对吧？伤害没我这个高，然后他就只能造蜘蛛，你造蜘蛛，你钻了我的坦克，我就把这个坦克全部打掉啊，哎，打掉，这下你完了呀，然后我们就用雷电车电他的重工，他造蜘蛛没有用，我还有四个三星的雷电车。这个四个三星的雷电车相当厉害对吧，他的蜘蛛根本进不了身，你看出一个蜘蛛电死一个蜘蛛，然后赶快把他的重工打掉啊，打掉重工呢他出东西就比较慢，哎，这下好了吧，守不住了，让你搞盘位招，然后我们直接走过来电死他的大头兵啊。所以说他对付这个雷电车啊，他一定要造辐射，他不造辐射的话这个雷电车他解决不了，他抓又抓不到，然后把他雷达打掉，不要让他造辐射，然后慢慢推过去，慢慢推过去，这个淡蓝色就没了对吧，他把基地车搬到那个左上角去了，搬到左上角，我也要把他带走，那么打到这里呢肯定是赢不了了对吧，这个下面的紫色，你们看下面的紫色，看那个卫星，他都已经霸占了半个地图，全部是巨炮，全部是坦克，然后你看我还没有把淡蓝色带走你就要来了，你不是说等我打完吗，哎呦，这个坦克就停在我家门口了，这下守不住的啊，把淡蓝色打完了，打完了以后呢，这怎么守，他家里全部是坦克，全部是巨炮，然后他又要冲我了，但是我们要有红警精神，不要放弃对吧，试下看，万一守住了，你看这么多这么多坦克乌泱乌泱的，这感觉就没了，然后那个淡蓝色房主呢被我整死了以后呢，哎，他在上面嘲讽我对吧，他说你退吧，你这个傻屌，你赢不到的呀，我知道赢不掉的呀，我都没想过赢，我就是要整你对吧，谁叫你搞盘外招，开始的时候选位置，然后这个紫色的，这个紫色的，你看他说什么呢，他说我吗，他以为那个淡蓝色在骂这个紫色，其实那个紫他是在骂我对吧，然后这个紫色的所有的坦克往我家里冲，根本守不住呀，这怎么守，但是我不投降，我要有精神，这么多坦克冲过来，他直接打我基地，你看到没有，打我这个法国基地，打我这个苏军基地，然后这边坦克又冲上来，守不住呀，只能给他拆，这下怎么办，你们说怎么办，根本赢不了对吧，这么多坦克啊，这感觉点名都要点半天，而且呢这个人呢、啊、有时候呢，我如果是他，我也觉得你怎么打都不能输，我闭着眼睛打都不可能会输对吧，他这么多坦克冲过来，他开始玩弄我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把我电厂全部打光了，打光了以后呢，我的巨炮没有电了，没有电了以后呢，我就卖东西啊，卖的东西就有电，然后我上面还有个基地，他没有发现对吧，没有发现，我们赶快补电厂，然后他这么多，你看这么多坦克又要冲过来，但是我小岛还有很多巨炮啊，还有很多巨炮，然后那个淡蓝色看到他这个操作他就笑了对吧，他就又开始骂这个紫色了，然后这个紫色有可能又冲过来，我们赶快防守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，万一赢了呢，不过这个机会呢非常渺茫，我就算把这坦克全部吃光了我都不一定赢得到，因为他家里还有很多巨炮呀，然后我们赶快捡箱子，我这个上面有个基地他没有发现，然后这个紫色又冲过来对吧，他冲过来要打什么呢，要打我这个电厂，然后我们雷电车挑逗一下他，哎，挑逗一下他，让他抓我的雷电车，我的巨炮就可以多攻击几炮，然后赶快往后面走，哎，往后面走，感觉这个紫色呢
他好像有可能在调戏我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他坦克太多了，他在调戏我，对吧？然后那个雷电车想电我的那个电厂，赶快打死他。然后他发现我这里没有电厂了，电厂都在下面，都在下面呢，他就走到下面去打我的电厂。然后你看他还打字，他说哈哈，呵呵，他松一点，你看这个人呢，有时候在绝对优势情况下他都会浪一下，对吧？都是哎，我送给你一点，你也打不死我呀。然后那个大蓝色说，你在玩谁呢？他在玩我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有机会你就最好是把我打死，你千万不要想着玩弄我，等一下玩弄我，玩弄我给我玩出机会来的，等一下就有你好受的呀。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没机会啊，我感觉还是赢不了，但是我们要坚持一下，对吧？赶快捡箱子，不要放弃，哎，继续捡箱子。然后他这个坦克呢在家里停在家里，因为估计是要捡一个加血啊。他这个坦克很多冒烟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感觉还是守不住啊，你看他有很多钱，对吧？他存了很多存款，然后又疯狂的补坦克，你看我们零块钱，非常非常穷。然后赶快捡箱子，然后这个大蓝色看得很着急，对吧？他说你不是输了吗？你不打在那里玩。以这个紫色的他就是想调戏一下我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旦有绝对的优势他都喜欢让一下，就跟我一样，有时候有我有时候跟别人玩呢，有绝对的优势呢，我就把铁幕照给他，对吧？他就想调戏一下我，既然你想调戏一下我呢，我就坚持一下，对吧？万一赢了呢？虽然这个机会很渺茫啊。这个时候你看他被那个大蓝色说了一下，他又来打了，你不要打行不行？你给我再发展个几分钟，万一我有机会了。然后他这个大蓝色一打字，他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打我的电厂，完了，没有电了，没有电，这小岛有这么多巨炮呢，成哑炮了，赶快补电厂啊！我们把电厂呢放在巨炮底下，这样的话他要打我的电厂呢只能到这个小岛去，对吧？然后他的坦克全部停在我家门口，这个坦克还是有点多。然后我们这个雷电车继续捡箱子，这个雷电车呢走这边偷偷摸摸窜到他家里去，你看他那个左上角还有很多防空车在捡箱子，对吧？我们那个雷电车呢就窜到他家里去打他的防空车。哎，你喜欢玩弄我，千万不要玩弄我啊！你玩弄我，别给我抓到机会。然后我们赶快电死他的雷电车，电死他的雷电车。他一看我的防空车窜到他家里来了，他的坦克就要上来，对吧？你上来我就停在高地位，哎，停在高地位收一点过路费，你看到没有？一枪一个，然后他受不了了，你看他被我整了一下受不了了，还是要来打我。这个时候完了，他冲过来我基地就没了，对吧？这个坦克太多了，根本守不住，怎么办呢？我感觉这个基地车还得跑，赶快把基地车搬到小岛来，因为小岛来有很多巨炮啊，只能把基地车搬走。但是把基地车搬走呢，我感觉还是赢不了了。这个对手呢，他好像要把我打到这个小岛上面去，然后用巨炮把我包围起来，对吧？他很会享受游戏，他想把我包围起来，只能逃窜啊，到处逃窜。然后他又在下面出了很多坦克，你看到没有？把我围起来了，上面已经没了，没了怎么办呢？只能把这个东西全部卖掉，对吧？哎，卖掉换一点钱，然后坦克他又走到小岛来了，你看他的坦克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听指挥了，哎，赶快抓掉他几个落单的坦克。然后这边又冲下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又冲下来了，我们只能躲到小岛里面，我小岛里面还有很多巨炮啊。这个时候呢我没有法国基地了，哎呀，没有电了，没有电，卖掉一个巨炮就有电了，我没有法国基地了，现在造不了这个巨炮了啊，只能造这个苏军的东西了，对吧？那么现在有什么就造什么，只能多造一点大头兵，哎，把这个钱呢全部留着造大头兵啊，然后再多补几个电厂，这个电厂呢还是不够充足啊。然后他一把坦克堵在我家门口，你看，哎，我就不投降，有本事你来呀。然后我们继续捡箱子，分一个坦克出去，你看他的坦克好多呀，哎，把这个电厂甩到后面去啊。家里多摆几个地堡，但是这个坦克这么多，他再冲一波，我感觉我基地就没了。如果基地没了的话，那肯定就没了，对吧？赢不了的呀。当时呢，我都想投降啊，说真的，我都想投降。但是这个对手呢，他老是想捉弄我，对吧？不打我呢，我就想坚持一下，万一等一下给我找到机会了，就有你好看的。但是这个机会呢非常非常渺茫啊。然后赶快把防空车穿进去，他不打我呢，我们
抓紧机会发展一下，然后再延伸出来，他就想把我关起来，用巨炮把我包围起来，享受游戏，对吧？哎呀，我让你享受游戏，我又穿出来，我又穿出来，把这个防空车全部穿到外面来，建筑的也甩到外面来了，然后再把一点大头兵甩到外面来。喂，这里最起码有100个坦克，我只有20个坦克左右，然后把重弓甩到上面去。他看到我出了重弓呢，看我出了重弓，我就要造坦克了。估计呢，他又要来打我啊。反正呢，他就是，哎，不打死你，我就给你打的半口气，然后把你包围起来。你想玩弄我？你看来了，他又要来了。这一次冲过来，完了，基地车没了呀。只能用坦克勾引一下他，让他来抓我的坦克，对吧？哎，我故意把坦克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，你不要去打我基地，好不好？赶快来打我的坦克，那抓我的坦克，坦克赶快走！完了，被他包起来了，赶快走！好像还是赢不到，这个坦克太多了，他太有钱了，没了，对吧？翻车了啊！然后这个巨炮，巨炮也没用呀，这么多巨炮也没用。然后他的坦克还停一部分停在这里，不让我过去救他，不让我过去救基地。然后他冲过来，我有大头兵，有雷电车，完了没有电了，没有电，巨炮不响，然后基地车也没了，对吧？没了呀，翻车了呀，赢不到了呀，根本赢不到了。这怎么办？这没有基地的玩个毛，还想坚持一下，然后赶快捡箱子。哎，又捡了个希望，你看，又捡了个希望，我又可以玩了，然后赶快退到家里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想要打死我那就难了啊！他以为他能掌控这个游戏，结果呢，你把我全部打完了，我又捡了一个基地。这个时候你要再来打我，那就不一定打得死了啊，因为你的坦克送完了呀，你的坦克死得差不多了，就这么一点，而且我家里还有很多大头兵啊，所以说当时打到这里呢，我觉得还有机会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要冲过来，我就不怕你了，我有这么多大头兵。然后我们赶快造重工吧。所以说玩游戏啊，想掌控全局，那你得有一定的实力才行。我感觉他捡箱子没我快哦，没有快，说不定我有机会，对吧？然后他一看我捡了个基地，坦克又上不来，上不来的他就造了两个防空车，两个三星防空车，想过来飘我的基地。我蜘蛛钻死他一个，钻死他一个，然后用防空车守住。你看他受不了了，对吧？他受不了了，又要冲过来，赶快往后面退。现在呢，什么都没了，就剩个基地了。这个重工全部都守不住，但是我有大头兵，有大头儿子，雷电车疯狂电，然后山头上还有雷电车，对吧？哎，直接电死你的小飞熊，然后被他打得从零开始，还就剩个电厂了。然后现在又没钱，他想电我的电厂，哎，我直接停在山头上。这下还能赢吗？他坦克全部死光了，但是他家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巨炮啊，就光这么多巨炮，我估计都要打半天。但是不要放弃，对吧？都已经坚持了这么久，再试试看。让你喜欢玩弄我，我很生气，对吧？我就想万一等我赢了，我估计他会气得吐血。所以说我们坚持住啊，然后在这里摆一个矿场，这里再捡个箱子啊。现在呢就是疯狂捡箱子，这个要想玩弄对手啊，你要有一定的基本功，你一定要捡箱子够快。我感觉他捡箱子没我快啊，等一下我把钱捡上来了，我就有机会翻盘了。但是现在说翻盘还为时尚早啊，现在我就这几个坦克，我就是有很多大头兵。这个大头兵呢是这个小飞熊的克星啊，因为大头兵呢他压又压不死，你打我这个大头兵你又打不过他，造直升飞机也不行，因为我们有这个防空车，我这个防空车全部是三星的，然后我们再造一点防空车，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大头兵，等一下把这个防空车呢全部把这个大头兵呢全部装到防空车里面。所以说这个对手呢，现在他要想打我，哎，他还打不死我，他要想打死我的唯一方法呢，就是把巨炮延伸过来，把巨炮延伸过来跟我对炮，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。但是他要延伸大炮的话，我离他很远，我把基地搬到右上角了，他要把大炮造上来还得花一段时间，然后又捡了个基地，看到没有，又捡了个基地，赶快把基地拖过来，这个基地就不要拖下去了，两个基地分散开来，然后把这个基地拖到这个地方来霸占这个小岛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小岛守住，守住这个小岛呢，等一下我们又可以把建筑放在小岛上了。这个对手呢感觉自己必赢，哎，喜欢玩弄我调戏我，对吧？刚才冲我的时候还哈哈，
你哈哈，现在还哈不哈？现在他要打我，他打不死我的呀。现在他要打我，只有把巨炮造上来，因为他坦克不多，他地盘是比较大。但是我不会去打你啊，我就苟在家里，你怎么打我？我有很多雷电车，还有很多大头兵啊。他就这一点坦克，这里也就是四五十个坦克，冲不进来了。这个雷电车防守相当厉害。然后你看，他开始打输了啊，他准备把这个巨炮呢，慢慢慢慢造到我家里来。赶快捡箱子啊，等他造到我家里来，我的坦克又翻了一倍，因为我们现在有钱了，对吧？赶快把巨炮摆在小岛上面，然后疯狂的切屏捡箱子。你看小岛有箱子，对吧？小岛有箱子，我们赶快把防空车串到小岛去。你看这个地面都被打得坑坑洼洼，扛住了成吨的伤害，对吧？哎，又捡个箱子，然后他想抓我这个雷电车，你看到没有？抓我的雷电车，雷电车赶快走。哎呦，这个巨炮被他封住了路。现在这个对手呢，估计呢会正视一下我了。他现在感觉，哎呦，这个对手打得还可以。现在这个局面他掌控不了了，他还是有优势。然后我们又捡了个苏军基地，你看，基地小王子对吧？打掉去，我又捡一个，然后把这个苏军基地拖回来，我们就可以造犀牛坦克了。他这两个三星防空车捡箱子，直接电死他！哎，电死他一个，电死他一个，赶快走啊！现在这个局面他掌控不了了，他优势还是优势，但是他坦克不多。这个光有巨炮啊，他家里有很多巨炮，他只能防守，巨炮又打不到我，他只能把巨炮慢慢延伸过来。等他延伸过来，我们的坦克又比他多了。然后把苏军基地打开，准备造犀牛坦克。再延伸一个电厂到这个小岛上面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想赢还很难呢。哎，但是我捡箱子比他快，你看他又电死了一个三星防空车，对吧？然后看看这边三星，这边防空车能不能升三星了。这个巨炮招过来了，我们赶快把小岛守住，把小岛霸占住，然后电死他的牛车，对吧？他捡了个 V3 火箭，直接打掉他的 V3 火箭。但是我这个经济不行了，我这个坦克还是没他多。他现在呢还是有优势啊，但是这个局面呢他掌控不了，他一下两下打不死我，他要想打死我只能巨炮慢慢延伸上来，对吧？那么你后悔的不？他现在肯定很后悔啊。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你们可以看下一集啊，下一集比较精彩。那么下一集呢就明天发出来啊，明天就是反攻的号角，对吧？